我最近知道出来了。我通常都怕后面没有东西，我很怕哈，很怕那种心情。欢迎叫他们来呀、啊，到底看客户啊，知道好不好？知道。有啦，有喏。好险没讲的，后面是谁我也不知道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我们两个都是神话，比较真的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都会吐出一句吓死了。对，那这边我们的嘉明小姐有没有听过这个晚会的小姐？你看各台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听过唱歌这么好听的又漂亮很少，真的，真的，你不要这样说，大家都还在讲，后面大概有27个，没有，真的，还有目前能听的为止哦，就觉得他唱歌最好听，因为他们都已经走了啊，对，反正他们走光光了，对，走多远走多远，不要回来了，拜，对，然后突然嘉宾就站在前面，哦 ，sorry， 你叫我是不是？哎，我戴墨镜，你不要吓我，好啦，我心脏很小的，好啦。人哦，喜欢大家都好啊，做人面嘛，做人缘嘛，真的。刚才我得罪了谁？圆满，阿弥陀佛，不是圆圈圈，不是，圈圈转叉叉。对，来节目继续，我们的嘉宁带来第几首歌曲？来，带来这首《我不知我爱你》，真的。旺达你是滴，来滴呀，旺达我爱你，旺达我爱你，我错了，旺达你是滴。修道，热狗吗？他的豆腐 OK， 台语。
小狗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。我要来讲小狗，伊那伊啥好听？我无啥好听。你可以回去有找一个那个小狗。门怎么开啊？